非常高兴见到你们。如果可以茫茫人海，哦，如果可以茫茫人海，小伙伴。玉泽演台北见面会打秀中文，飞奔下台拥抱粉丝超有 A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轩。南韩野兽男团 2PM 成员玉泽演16日在台北举办粉丝见面会。玉泽演还大秀准备依旧的中文跟粉丝打招呼。这段时间我认真准备的粉丝见面会，我的 special TY 将从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在台北开始，我非常开心啊，已经能够看到 artist 们也非常幸福。我很喜欢李乔起来的的样子哦，看，这里可以 玩。如果可以茫茫人海，哦，如果可以茫茫人海，哎，小伙伴，卡萨잖아이거，卡萨잖아，希望可以看到 2PM。啊，你有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22排11号是吗？啊，不在这儿。啊，不在这儿。啊，在后面。谢谢。